Hello， 今天吃盖浇饭，还有一些小甜品，先来尝一个盖浇饭。这是茄子盖浇饭。泡菜配粉蒸肉，奶黄雪媚娘。这个粉蒸肉香而不腻，很好吃。奶酪包，它中间这个夹层是蛋糕体，外面裹了很多蓝莓酱，很好吃。这边还抹了一层厚厚的奶酪酱，甜甜的，很好吃。